就感觉这个地方风景特别美，然后就很有大自然的感觉。就是我还是第一次来黄山，昨天那盘我就是可能感觉一直下的就是调子还可以，但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就差不多，但是就在乱战中可能幸运的就是抓住了对手失误然后赢了。然后今天这盘我刚下完，然后看那个AI 的胜率好像是一直我不好，但我当时觉得也形势也差不多，就我一直不知道到最后都因为关子嘛很复杂，我就觉得棋一直很细。然后后来我去杀他那块儿，他好像有一个明显能够活的机会，然后但是很幸运对方没有抓住，然后很幸运的赢下来了。我感觉还是很开心的，很感谢主办方举办这次比赛，我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就我也学到了很多，就是。